闭眼。哎，我这两只手捂着呢。干嘛？闭上眼睛，不要睁开。可以睁。哎呀，你要干嘛嘛？是，你不要睁开啊。哎西，这闭着，闭着，闭着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！哎，你这啥机器？你我等了一上午了，真的是，干嘛？人呢？你起来，不要睁开。干嘛？来，在这哪里？好，睁开了。可以睁开了。可以了，睁开了。是不是花？不是花，真不是花。三，你确定？我这样吧，我到时候五个数，你睁开。好。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镜头没调好。行，我真的，我手都弄有点酸了，快点，可以吗？你看着这里。看，不是看着你求婚吗？一二三，睁开了。四五，好了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是他怎么来了？你干嘛？我的天哪！敢不敢？不是我，你。不跟我说一声，啊！你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跟你说了还是惊喜吗？你看，怎么变瘦了？你看阿牛，你看阿牛晒黑的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，真的！你看晒黑，我们两个有一差不多快一年没见了，没有，反正半年大半年。你过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在直播没事的。我主要是想着跟说，你不给我打个电话，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我。你这机器太大了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好久没有见我姐了，真的，我的天哪，你在这边过得怎么样？我在这边过得很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你的那个什么杨先生，他不跟你来吗？哦、杨哥吗？他也跟过来了，然后他在车上那里。啊，在车上？那让他过来嘛，让他过来，我好激动，是吧？一个姐姐们，不好意思过来。啊、真的，你那个，说实话，人家是个大老板，人家来不太好吧？不生一世，那你们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说要不要让那个杨先生过来？